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可以称霸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。那我们现在挑战的是《天竺之巅》的蜘蛛精 Ezra 寄生他人。好，我们这次用八龙来打打看吧，不知道会不会过了。我超话不会过了。好，这一队。男蜘蛛精听到蜘蛛精那么开放，反而被吓到了，借故离去。精元不好的他，总觉得怎样做都不对，悄然的离开了。怎样？就会好玩吗？有没有好好找个好男的男伴呢？不要提了，也许像我这种蜘蛛注定孤独终老，其实我不过是想要有自己的家呀。好，来。这一关也不能洗技能。然后 OK。噔噔噔。这个是 OK。那我记得有一关好像会把珠子变那个全部问号珠。OK， 这不能让他打，还给我死。没装好。嘿，不能消除暗，我看卡在这里有点尴尬。三颗。先把它弄下来好了。这样不够。哈哈哈。OK， 有敌人准备啊，只是敌人会攻击两次，敌人生命越低，影响是最低。好，开八龙。我这个人很怕死哦，还是用最保险的方法。OK。这不打会痛，先试水温。哦，不能消暗，刚没注意。OK， 不要锁消就好了。
这个是起始珠。好，这一关我觉得这一关是最难的。我想一下哦，有人是因为下一个是二血是五鼠盾，看一下，基本上弄龙可以弄那个五鼠盾，然后现在的话是被粘附的符石已经触碰，即使停止移动符石。好，我们这边开标龙。看一下有没有五鼠都有。谁没有木靠北。没有木。那要开龙科了。然后先把分数集到，水火木关暗，看一下哦。好，暗没有，不过我们暗可以弄天降把它掉下来。看水龙石好了，水火木光，好，来吧。好 ，nice。然后还有一关是那个爆炸关，爆炸关那边我觉得蛮难打的，就是会有那个弹弹会爆炸啦。好，就是这一关。他一次攻击多少啊？好，来吧。但我怕这一关，这样可以吗？哇！糟糕！天降啊！好了，大家，我等一下从这边开始。然后我觉得我要换一个队伍，我应该把火龙换成毒龙比较好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重新来过了。然后把那个火龙换成毒龙啊，我们再试一波，看会不会过。这样，我打太低了哦。这样。好啦，这个要赌了，就是用我们的巴龙，然后用炸把它炸死，可以吗？还是开龙科？其实开龙科也可以啦，因为刚才在上一关，五鼠盾那边我龙科没有开，我就开龙科好了，保险一点。开龙科，哦，差点没按到。
OK。哎，按错，吓死了，差点没按到。好，不，哦，刚好，这样应该可以的吧？好，我们用炸，这时候用炸就可以炸死他们了。好，先炸死一个。应该我们巴龙是可以直接先无所攻击的，那我们就可以靠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一只炸弹也炸死，然后之后再两只再用攻击的。好，刚才是这是光，我们作弊好了，用这个总督提示。应该没看到。好，应该过了。没有。好，应该不用了。然后种族提示关掉。光，好，剩两关。这个是扣血的。巴康，我看一下下一关资讯，因为怕技能用掉，下一关没得用。好，技能先不要开好了，我们手转试试看。我这把可能没有八哎。转速有点烂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这应该可以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一关洗一下技能，把暗龙石洗起来。这样好难看哦。这也是暗珠吗？好，水暗火木。哇，我也是带走啊。尴尬了。安龙城没跳，那属性一万攻击，然后我的，没关系，我有两次机会。巴龙，
我们把这个洗起来。水火好，龙哥洗起来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就稳固了。保险一点，洗龙科，弄龙科，三个好，这样 ，OK， 龙科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好，好，可以过了。这边我又想一次爆发了，还没跳起来。会不会将都带走了 ？OK， 虐尸，我最喜欢虐尸了。怎么样？拜。赞，过了。我知道世上有种法，妖术能够利用妖力来借他人的身体。但下还有，蜘蛛精听着，顿时双目发亮的看着他的朋友。好啦，那我们通过用八龙队通关的这个蜘蛛精支持 S 爪寄生他人。好啦，喜欢频道的话，有频道左上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右下角的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以随时追踪最新的影片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